我是策展人郑秉宏。新北市电影节是一个有态度、强调议题的电影节，带领你进入平行时空。本届新北市电影节的策展主题“平行时空”，呼应太阳花学运，带你从台湾出发，关心世界大事件。台湾的民主也在今年，因为太阳花学运，好像整个都蓬勃开来，跟我们同时 parallel 就平行 reality 现实，在其他各个地方、各个角落，整个其实也都在发生很多的事情。那些事情可能是政治的，可能是非常社会经济的。影展单元社会事件部带你重探学运经典电影。大岛渚他自己参加过学运，但是他拍的那个这一部叫做《日本夜与雾》哦，用另外一个比较严肃，然后比较一个冷静的角度来思考，哎，这个热情过后真的达到我们的理想，我们是否违背我们的初衷？异想世界本周带你直击新北市电影节，见证历史的平行现实。9月4号、5号下午5点半、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